近年来，加州的房地产相当的活络，吸引许多华人投入。有知名的千万地产达人亲自开班授课了，欢迎对于房地产投资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报名试听。立功地产学院校长袁立功表示，房地产界的新手经理若经过密集培训与努力冲刺，大约有10%到20%的人在前两年就能够达到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。立功地产学院订立完整的培训计划，并聘请地产界的千万经理来指导学员，确保学员能站稳成功的起跑点。而地产实务班更将在8月28日开课，欢迎对房地产有兴趣的朋友报名试听。东森新闻李宗尧、洪文在洛杉矶采访报道。